順番だ。我这种狗叫的真的是，我是要他，让他冷静下来。有点不让你拿这地方麻烦。Ace， go。开心吗 ？Ace， 你以后再也不用在龙族待了，你可以见各种各样的人物，各种各样的场合了吗？喜欢吗 ？Ace， 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。Good boy。我去工作了啊，拜拜。开始的时候已经在找拉布拉多了，对，拉布拉多完了以后过来一找不对，其实我又不想买，金毛也不想买，拉布拉多长得特别像黄子韬那个劲儿，我是主人，你看我一上去的时候，我一站住，他就找我，像有些你养的就有变过，他也是，他是母的正好。